陈家沟，一来这个地方，你看这里面那个建筑啊，这些卖的东西啊，还古风古韵的，挺像那么回事。对，现在每年还有很多外地人来这学拳吗？对，现在每年那个全国各地，包括国外的，每年有几十万人过来学。好几十万人啊！对，真是可以。现在我感觉太极拳都是公园里面大爷大妈啊，强身健体。我感觉现在还有没有这个实战能力啊？你说呢？哎呀，我这真是祸从口出啊！来，陈家沟都是这样打招呼的。敢问高手贵姓？你好，我是陈家沟陈氏太极拳第二十一式正宗传人王岩。哎呦，幸亏幸亏，一来这遇到高手，遇到大师了啊！不好意思，刚才我是想知道太极拳是有实战功能的，要不你再试两招？我再试两招啊，那都不合适。老师看招，嚯！